赶海的一天从腰酸腿疼开始，嘿，在这儿发现一条活体的小鲅鱼。鲅鱼是肉，大家都吃过吧？至于小鲅鱼，太小了，咱们挖个坑把它给放了。在这里又发现一个大力虾，这虾的夹子电人老疼了。我去，小家伙，不要用手拿呀，特别的疼，打到手上就很麻了。这个就不要了，太小了啊，放了。在我们海边，这样的小梭鱼啊是特别常见的，这种鱼啊抓来炖汤啊特别的鲜美。哇塞，挣扎吧，越挣扎我越兴奋。收了，发现一只花盖蟹正在这卧沙呢，这就是咱们直播经常抓的小花盖蟹。哇塞，这个小花盖蟹也太迷你了吧，这还是个宝宝呢，就放了，不要了。这里又发现一只小刺豚，如果大家也喜欢这样的视频，麻烦帮我留个双击关注我，看我赶海直播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